大家好，现在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挖掘机。挖掘机分为两种颜色，橘黄色和绿色，有两个配置，滑行款和电动款。每款配置都配有灯光和音乐。现在我为大家先介绍一下电动款。车子配有充电口、总开关、前进、停止、后退和脚踏开关。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滑行款。